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olly 玻璃窗啊。最近咧，我嘅皮膚咧都出現咗一啲嘅狀況，唔均勻啦，同埋最緊要咧，即係粉刺、黑頭咧都多咗好多。有朋友介紹我一個瑞士嘅洗面，我依家愛不釋手。呢個品牌叫 Somersetech Skin Oxygenator Detoxifying Cleansing Foam， 好明顯咧，聽到有排毒啊，同埋有一啲保濕因子喺裏邊，再加埋咧，佢裏邊咧有呢一個酵素。卸妝嘅時候咧，非常簡單。今日咧我就出完街啦，去完 function 咧，有少少肉就會有奶狀咁樣嘅，咁你就會好快咁就擺喺你嘅面上邊，咁幾秒鐘咧就會起一啲泡泡嘅。避開眼睛同埋嘴泡嘅組合喺裏邊，你一接觸空氣有噗噗噗噗，咁有啲好得意嘅感覺，就係泡就自然溶解咗你一啲污垢同埋妝效嘅，呢種感覺好得意。跟住你可以濕少少水，係好清香咯，同埋好舒服嘅感覺，同埋你洗完個面咧唔會掹掹緊喎。裏面其中一個成分咧就有磷脂質，可以滋潤翻皮膚嘅。另外咧，佢亦都有抗炎殺菌嘅功效，因為佢裏面成分叫做月桂酸。如果敷五分鐘，仲可以作為排毒面膜添，一支洗面多種功效啊！